又被骗了。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。昨天那个阿迪那个腹肌好看吗？还行。我选了他们一呢，就是但是他是唯一一个给我们看腹肌的，对，富有且慷慨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阿迪的脸呢，就是可能是因为认识，然后看见过，所以就是阿迪的脸让我就是感觉看了跟没看一样，就感觉在看，就在看豆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有这种感觉，不会觉得帅，你知道吗？就可能是太熟了。我最近在网上，但是大王，你要在网上看到一个很帅的男孩子，叫做什么？发我人猿泰山，你可以去搜一下，他的肌肉巨大，巨大一坨，然后长得也是那种，就是那种很野性的那种，很帅。他最近好火，看到了，是不是挺帅？长头发那个，对。我操，大王喜欢这种，就不是喜欢这种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他这个类型啊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私聊他。不要私聊，你有毛病。小团团，你不要说这种，我的爸，不要说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只爱看。你不要发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找个没人的地方给你跪下，别发了，别发了，亲，别发了。小团团，别发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到时候你过来，我请你吃饭，我请你吃饭，我请你逛街。好，不发了。早上不跟你说啦。我早上不跟你说啦，你这个坏女人。又拿捏了。你是个坏女人。不跟你说了，以后我要藏起来，我要藏起来，自己偷偷看，我自己下毒食。我自己，我看到他那条视频，我在热门上刷到，我自己也评论了。但是你们那种说的就太过分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去看他有一个视频，就是他那一条视频是点赞最高的，然后那条视频有他以前的照片，然后你再做对比了之后，你再去看，你就会发现，我去，变化巨大。我看看，不是就前几天嘛，怎么还谢谢你夜里去翻了呢？没有，我就是刷到了，有点对不上啊。不是，我就是刷到这条视频，然后我的评论就在这一条视频下面，然后我在也没有点关注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刷到他，可能是我又被那个了。大王，他24岁，他比你小，不合适。好好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就很棒。